以后活动风格会改吗？这样。每天跟你的小孩讲五分钟，听他讲五分钟，然后到最后跟他心对心拥抱。来，给你说一下吧，心对心拥抱。最后这一块来说，心对心拥抱。在喊话，为什么？三五七，因为任何一个动作，尤其做二十天做，他们就习惯了。我们今天有一位神秘嘉宾，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到现场是秦哥的。我们向所有的来宾们，到我们的秦哥列来，欢迎我们的这位秦哥。所有的嘉宾们，大家午安！今天非常欢迎各位一同参加我们2024宝贝童心梦想起飞总统府联欢同乐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诗诗，也非常开心看到我们现场这么多位长官、贵宾，还有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齐聚一堂，共度美好的下午时光。我想总统府的联欢同乐会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36年的时光了，而这33年前，我们的主办单位社团法人中华身心障碍者职业记忆协会，我们的陈土坚理事长当年的一个起心动念，他希望可以让所有的身心障碍儿童、低收入户还有寄养家庭，甚至呢是这个教养机构的儿童，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提前度过欢乐的儿童节，因此就想到了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个活动一路延续举办到第36年，都在我们的总统府。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总统府提供这么棒的场地，让所有的小朋友们可以体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儿童节，也要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大家一起用行动支持这么一个有力量有爱的活动。那在接下来的时刻，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来宾，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我们是新北市立德拉南民族实验小学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迎宾演出，掌声欢迎他们。嗨，小朋友你们好，超级可爱，哇，他们身上的这个造型也非常的讲究跟用心哦。好，
在他们就定位之后，是不是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再一次借起我您的双手，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一同来欢迎新北市立德拉门民族实验小学，欢迎他们。大学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棒，你们说对不对？谢谢。那我们这边请，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一个接一个，谢谢。哇哦，看完他们演出，感觉整个人都被疗愈了，对不对？那在接下来的时刻，我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也到场支持，请稍后唱名到的长官，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请在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喽。首先，请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我们非常敬重的，就是我们赖清德副总统，欢迎。非常开心，今天赖清德副总统也特别拨空参与我们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紧接着，我们一同来欢迎社团法人中华身心障碍者职业记忆协会陈宇轩理事长，欢迎！感谢理事长，哇，这么辛苦举办这个活动，辛苦了。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卫生福利部薛瑞元部长，部长好，欢迎部长。紧接着，同时欢迎到总统府第三局邱高伟局长，欢迎邱局长好。欢迎局长，同时欢迎到的是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简慧娟署长，让我们欢迎署长，署长好。同时我们欢迎到的是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彭富元署长，署长好，欢迎。同时我们欢迎到教育部体育署张永光科长，欢迎科长好，欢迎欢迎科长好。再来欢迎到原住民族委员会沙韵文专员，您好。
同时欢迎到的是我们百福藏仓张清晨执行总监。总监好，欢迎您。紧接着欢迎到的是我们唐记有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林欣迪董事长。董事长好，好开心又见面了，董事长。紧接着欢迎到我们，请入座，请入座，欢迎我们董事长。一起来欢迎到的是陈曼世金开发企业有限公司廖延修董事长。廖董事长好。哇，大家都非常的有爱心，非常感谢董事长也莅临。再来欢迎到的是华通有限公司刘希木董事长，欢迎董事长，欢迎您。同时我们欢迎到的是 DOSPA 维豆国际有限公司张伟林创办人，欢迎。欢迎我们创办人，非常年轻。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环国建设太原绿能投资公司陈国雄董事长。董事长好，欢迎您，欢迎欢迎。紧接着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桃园市第二专长发展协会梁淑珍创会长。创会长好，欢迎您，今天也特别莅临。再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英乐达集团公益慈善基金会叶清美顾问。顾问好，在我们这个位置，欢迎顾问。再来欢迎到的是陶生阳防癌基金会陈光耀董事长，欢迎董事长好，欢迎董事长。再来欢迎到的同样来自我们陶生阳防癌基金会才华执行长，欢迎，欢迎您。再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社团法人小树传爱协会戴慧珍创办人，欢迎我们的创办人，欢迎您。紧接着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立新国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宏斌董事长，欢迎我们的李宏斌董事长，跟大家挥挥手。好，接下来欢迎到的是世界放茶文化推广协会廖世奇理事长，理事长好，欢迎您。好，再来是我们国际健康运动整复协会我们郭唐佑创会理事长，欢迎。好，再来是新北市细科国际青年商会张俊成会长，会长好。以及银翔实业有限公司郑李代总经理，欢迎。好，再来是台北蓬莱福伦社李文英前社长，好，罗文怡前社长，还有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许长青世界总会国际理事，欢迎。好，还有冯辉文总会长候选人，欢迎。紧接着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社团法人小树传爱协会陈俊秀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好。这里是财团法人癌症希望基金会严碧文副执行长，欢迎。好，欢迎您。好，这里是我们陶生阳防癌基金会汤兰花抗癌斗士，还有我们的谢玲玲防癌大使，欢迎两位。好，再来欢迎到华通有限公司王菲，是我们董事长夫人，欢迎。好，再来是我们的花莲四面佛寺，是我们的许佑明主委，欢迎。以及中和福义福伦社黄黑锦社长，欢迎。在这边，以及是我们的音乐达集团公益慈善基金会张玉丽专员，欢迎。以及台北蓬莱福伦社陈品静社代表，欢迎。同时欢迎到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徐建明前总会财务长，欢迎。紧接着我们欢迎到陈美清总会长候选人夫人，欢迎。以及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发展协会郭宏明理事长，欢迎。好，再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新北市乌来区德拉南国民小学梁淑媛校长，校长好。再来欢迎到的是新北市林口区丽园国民小学施杰汉校长，欢迎。以及新北市立乌来国民中小学蔡依林校长，校长好。再来欢迎到的是新北市永和区秀朗国民小学曾秀珠校长，欢迎。好，以及欢迎到的是我们佩素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贾宏勋董事长，也欢迎到的是亚瑟头皮养护健康馆涂荣香负责人，欢迎。以及汉江大学苏山郎总顾问，欢迎。还有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叶清江系主任，欢迎。
还有我们的杨家前副主任，欢迎，以及俊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林梦婷企业永续发展管理师副主委，欢迎。同时欢迎到的是花莲四面佛寺刘俊杰代表，还有廖义全代表，还有社团法人小树传染协会邓秀珍秘书长，欢迎。还有 J 师Austin 艺术团队陈慧龙执行长，欢迎。好，再次的欢迎我们莅临现场所有的贵宾。在接下来的时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这么难得的场合一起来欢迎主办单位社团法人中华身心障碍者职业经济协会，是我们陈宇璇理事长上台来跟大家说说几句话，有请，有请我们的理事长。亲爱的赖清德准总统，我们的邱部长，我们的局长，薛部长，对不起，对不起，薛部长。然后陪伴我们非常多年的我们的简署长，还有一直很关心我们孩童学习的我们的彭署长，还有陪伴我们非常多年的体育署的张科长，谢谢。还有我们原住民代表的专员，也谢谢你的莅临，更谢谢非常多像我们百福长仓的张总监，长景有机生机看我长大的林心迪董事长，他们陪伴了我已经25年以上，还有这10年来一直照顾我们的廖元修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刘希木董事长，好不好？是是是是是，还有非常多我们都SPA的张创办人，还有我们这次参与我们的陈董事长跟我们的梁创会长，还有现场非常多的各个善心企业，我们英业达的业顾问，还有非常多的善心企业，大家午安，大家好。还记得4年前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经历了我们创会理事长，我父亲陈祖金理事长因病植物人，而我对站在这个位置上还是一样，这么多的好朋友支持我们。那时候我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赖清德副总统这4年来可以让我们活动得以延续，而继续的陪伴我们，而赖清德副总统也的确做到了，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赖清德副总统。那我这次又要再许个小小的愿望了，希望赖清德副总统后面4年再继续陪伴我们，每一年都可以让孩子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最高的首长在这个国家最高的地方可以陪伴着他们。谢谢。我们这个活动是希望让一些特殊又不平凡的孩子们可以平凡的来到一个全国家最高的区域，虽然我们只是一天的活动，但我们都希望可以在孩子的生命中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涟漪。我自己身为身心障碍的孩子，可能也算一点点的特殊孩子，我从小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我就是第一个受惠的孩子。当我父亲出事的时候，协会不管是财务人事各方面都经历着极大的挑战，但是协会还是努力的把这一场活动可以延续下去。我们经历了疫情，经历了我们创会理事长因病倒下，我们经历了财务人事非常多的挑战，但是在各方企业的努力，在总统府与各个部会的努力之下跟协助之下，这4年来我们还是没有被击倒，我们还是可以36年来我们已经有20000多位的孩子进到了总统府里面，让他们的人生可以得到不一样，包括现在很多的志工都是当初的孩子又回来担任志工服务大家。刚刚大家可能在贵宾唱名的时候非常的长，但是在那段时间我非常的享受，因为每一位名字在这个活动中都贡献了，不管或多或少都贡献了他们的力量，让我们今天的孩子再有个开心的一天。包括我自己的同学，我戏子青商会的会长，我的庄会长，他我们以前是乐舞社的同学，当我接手协会之后，他现在是戏科青商会的会长，他也很乐意来支持。看我长大刚整副协会的郭唐佑创会理事长，他们都很支持，有他们的支持才会有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为这么多孩子们付出。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遇到这些孩子们，给他们一个鼓励，我发现他们非常的可爱，他们看到我就算是陌生人也是跟我嗨你好，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难得的，他们的勇气跟他们的经历可能会跟我们接触到的生活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可爱是需要被大人们给认同给了解给一些关怀，让他们知道说哎，我跟别人的小朋友其实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去过总统府，哎，
哇，我在学校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特别，但我又很特别，我去过总统府，哎，光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们会记得一辈子。在此我祝福大家在这个过年之后儿童节都开心快乐，也自己回去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拥抱，因为孩子真的是我们国家将来的栋梁，也希望我们每一年的活动都可以看到现场所有的贵宾，所有的长官，让我们为孩子继续努力，继续付出。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理事长，谢谢。是的，陈如武理事长刚提到，我们这个总统府的联欢同乐会举办到今年已经第36年的时光了，哇，这36年来真的也要感谢我们总统府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要热情的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准总统，就是我们赖清德副总统，上台也来跟大家说说几句话呢？我们掌声有请，有请，欢迎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好，谢谢卫福部薛瑞元部长，还有陈宇璇理事长，那另外张总裁、林董事长、廖董事长、刘时清长，还有各位善心的企业啊，还有我们看到同济会、狮子会啊，还有这个狮子会啊，还有青商会等公益团体，那另外我们也很高兴哈、啊，看到好多位校长，还有。过去哈，我们大家的偶像哈，汤兰花小姐啊，啊，在场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啊，我今天很高兴哈，再度受邀出席我们中华身心障碍者记忆职业协会啊所举办的活动啊，我先代表蔡英文总统热烈欢迎大家，同时呢也祝福我们小朋友儿童佳节快乐。那时间过得很快哈、哦，这个第一年我嫌总统之命啊，啊、哦，就说有一个这么重要的活动，啊，希望我能够来参加学习，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时间过得很快哈、哦，已经第四年了哈、哦，我领到了一个全勤奖啊、哦，每一年都参加，哎呀，因为我每一年都参加。那我更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重要意义啦，特别我很钦佩宇璇啊，还有他爸爸，父子两位结合社会公益的力量啊，来关心照顾弱势的儿童，特别是我有注意到关心的弱势儿童的面向啊，其实很广，除了说邀请小朋友来到总统府那么参加儿童节的活动以外啊，其实最关心儿童的记忆啊，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记忆能够学得一技之长，那也不仅仅要学得一技之长，而且能够成为职业啊，未来有机会独立自主，能够照顾自己，这意义是很广的。那另外一个是从身心障碍的儿童一直到弱势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等等啊，所以关心的触角那么爱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啊，那实在是非常令人钦佩。那当然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啊各位赞助的企业了哈、啊、我出席了四年，那我在这4年里面也都看到张总裁啊，看到林心理董事长，看到廖董事长，看到刘董事长，看到在场的各位，换句话说啊，对，没有缺席啊，不仅仅我没有缺席，大家都没有缺席。那换句话说，大家都相当认同这个协会的宗旨，还有他们的成果。那刚刚宇璇特别提到，当他父亲啊意外啊这个生病的时候，他一片茫然，有办法走下来，也是各位群策群力。啊，持续帮助的结果，我觉得这股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那未来啊，哈，未来我520就职之后，也会秉持这样的精神，好，让身心障碍的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身心障碍的家庭也可以得到扶持，啊，弱势的家庭通通都应该要得到政府应有的照顾，啊，不至于孤单呐、啊，啊，也不至于无助，然后产生啊问题。应该台湾应该是要在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
不分族群，不分年纪，哪怕是身心障碍，也有机会追求他们的梦想。那这样的国家才是值得尊敬的伟大的国家，大家说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啊、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请来您的副总统帮我们留步，不好意思，这边请。好，同时我们再请我们的理事长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那接下来我们要感谢所有不离不弃我们慈善公益的好朋友，我们要来颁发这个感谢状的部分喽。稍后请超明道的来宾请到舞台上方。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百福藏昌执行总监张金成，张总监来这边请，来感谢状，来 ，OK。好，来这边，好，这是我们的感谢讲座，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公益好朋友们一路以来都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活动。来，请在我们台旁稍作等候，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陈默世金开发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延修，廖董事长，来董事长这边请。非常感谢董事长，谢谢您，一样每一年都不缺席。好，董事长在我们台旁稍作等候，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我们长景有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林心迪董事长。董事长好。每次看到董事长都觉得董事长真的是越来越漂亮。来，非常开心看到我们林心迪董事长，谢谢你这么支持公益。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 Dove Spa 创办人张伟林，欢迎我们的张创办人。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创办人今天也大力赞助我们的活动哦，谢谢。好，来我们一起拍张照哦。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哎，我们请到我们台旁稍作等候，有请到华托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希木，刘董事长，有请。好，请到我们台上。好，我们也一起拍张合照哦。好，来，我们一起拍张合照，一起拍张合照。好，来，在我们台旁稍作等候，谢谢。紧接着有请到的是环国建设太原绿能投资公司董事长陈国雄，陈董事长，好。哎，请到我们台上，我们同样有这个感谢讲座要献给您。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拍张照。好，请在我们台旁稍作等候。紧接着有请到桃园市第二专长发展协会创会长梁淑珍，欢迎我们的创会长。好，来，请到我们台上。好，来，我们一起拍张合照，谢谢。紧接着，请所有人往前，好吗？我们一起来一张大合照。所有人，你帮我一起往前。所有人，请帮我一起往前，请包围我们的副总统，也请包围我们的理事长。好，请站在左右两侧，好吗？好，我们一起站在左右两侧。好，来，请站在左右两侧，然后的来，我们手持我们的讲座，并且看向正前方的镜头，来，官方摄影哪一台举手？官方摄影举手，请所有人事先帮我一起看向我们的官方摄影哦。好，请帮我一起看。好，再来是我们的官方动态，官方动态，好，可以一起比个赞。好，这是我们的官方动态，帮大家把最美的画面通通记录下来。好，接下来请所有人麻烦帮我一起看正前方，视线帮我往我们正前方好吗？来，视线帮我往远一点的地方看咯。来，正前方正中央的镜头，让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也捕捉一下画面，请看一下正中央的镜头。好，我们现场今天有很多的电子媒体朋友，还有很多平面媒体朋友，接下来请大家视线再帮我转向左前方，我们左前方也有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画面。来，左手边，好，笑容再帮我们 hold 一下下咯。来，左手边，好，左前方的媒体朋友，接下来右手边也让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捕捉一下画面喽。来，右手边的媒体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再请大家最后回到正中央，还有需要捕捉画面的媒体朋友麻烦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回到正中央。好的，
谢谢大家，谢谢。那接下来请大家留步，请大家留步。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薛瑞元部长，请上台。同时欢迎到总统府第三局，是我们的邱花伟局长也一起上台。好，来有请有请。好，我们请所有的来，我们请我们的长官来到台上，有请到我们的薛瑞元部长，还有我们的邱高伟局长也一起上台。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台上的长官，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哇哦，手上都拿着我们非常可爱的这个包包的部分。好，接下来等一下，好，来，不好意思，我们调整一下位置，让我们的理事长来到中，可以哈，好好，来，那我们那个包包不好意思，帮我们转过来，可以吗？对对，正面，不好意思，对，正面面向前方哦。好，那等一下我们会请我们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小朋友这边请，耶、yeah ，我们欢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受赠代表，请上台。好，这是我们的受赠代表的小朋友也来到台上。好，来这边请，谢谢。来，小朋友的位置，来帮我们往中间移动一点点，可以吗？好，请帮我们往中间移动，来这边，这边。好，再往中间移动一点哦。好。好，等一下，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数三二一之后，也象征着我们的总统府联欢同乐会正式迈入第36年的时光。好，那等一下我们一起数三二一之后，就请我们的副总统还有我们所有的长官一起将手上的包包交给前面的小朋友，那我们请前面的小朋友把手上的卡片交给后面的大朋友，可以吗？好，那各位准备好了，麻烦记起我您的声音，让我们结束三二一，请交换。2024宝贝童心梦想起飞总统府联欢同乐会正式迈入第36年，感谢所有的长官，感谢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创下了非常棒的2024的总统府联欢同乐会回忆。好，接下来我们请所有长官，请将我们小朋友手上的卡片转过来，好吗？好，好，我们一起拿在手上，一起转过来。来，我们的副总统，我们的卡片。我们请把卡片转过来，可以看到，谢谢，让我，好，来，谢谢，让我平安健康快乐勇敢幸福无畏长大成人，掌声鼓励一下。接下来请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看上正前方的镜头，请大家都要露出脸来哦，不要把脸遮住了，请看正前方的镜头，来，官方摄影哪一台举的手。好，请所有人麻烦帮我一起看一下我们的官方摄影。好，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好，还有需要捕捉画面的媒体朋友吗？好，不好意思，我们正前方，不好意思，我们正前方。好，小朋友笑容，耶、yeah! ，拿到包包了，笑容，来正前方。好，我们再让大家持续捕捉几秒钟的时间。好，非常感动，非常动容的时刻，谢谢，非常开心，我们现场每一个人都共同参加这么棒的活动，来，谢谢，谢谢我们的副总统，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好，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请到我们所有的贵宾可以陆续的回座，有请我们副总统到周边摊位和小朋友们一起互动哦。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副总统还有现场的贵宾的参与，谢谢大家。我们请副总统可以来到我们周边的摊位跟大家互动，来，
谢谢理事长，谢谢副总统，也谢谢我们董事长，谢谢大家。哇哦，真的是太开心了。好，我们今天把这个手上的包包交给了小朋友。那我们现场小朋友，你们今天来到总统府，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礼物哦。那在我们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到一份礼物是要送给大家的，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儿童节。那我们在舞台上方也要持续为大家带来下一段演出，接下来的时刻我们请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周边的摊位前来参观逛一逛。在舞台上方接下来我们也要邀请到的是新登启智教养院来到台上，好，有请。非常幸运，想起飞我们的总统府联欢同乐会，大家都可以拿到一人一份的礼物哦。那如果对于我们的活动有什么问题的，欢迎大家来询问现场的工作人员。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有将近40个摊位，有很多好吃好喝好逛好玩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总统府的现场可以走一走逛一逛。我们也欢迎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那等一下在台上一样有持续非常多的演出要呈现给大家，等一下还会有有奖征答，要小礼物要送给各位哦。今天来到现场就是要让你礼物拿不停，好不好？真的吗？你们手上拿的那些是什么？是什么？真的吗？是礼物吗？好看的好看的，是来到这里拿到的吗？有些事是不是喜欢吗？再多拿些礼物给你们好不好？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你送这些礼物可以吗？我们来送礼物了，好不好？谢谢谢谢。还想要礼物的小朋友来往前面可以吗？可以来前面吗？可以来这里吗？好，欢迎来到我们前方哦。哇，这些是什么？我们要送给大家，你们要看我，看我，看我，你想我，我要来考考你们啊！好，来来来，有什么送给他们？来，我们送出这个可爱的小袜子，好不好？有人想要吗？等一下，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我有点送错，他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走掉了，那边拿个颤头一点的礼物出来，快点，不然等一下他们都要走掉了。哎，还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他们？袜子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好不好？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炎热一点。好，小朋友，我们工作人员帮你们准备了这个高级不锈钢的冲茶壶，可以吗？这个拿回去可以了吧？那我们请大家跟我来到前面，好不好？来，来到这里，来到这里，邀请总统，来跟那个双胞胎的。来，一起来，我们请大家帮忙。那我要先考考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请问我们今天在哪里举办联欢同乐会？来，我们知道答案的小朋友数到三请举手，好不好？好，那数到三举手，我们看谁手举得比较快，拿一龙这礼物就送给他喽。好了，预备，一二三。怎么办？大家都好迅速哦。那再一次可以吗？那这一次呢？手举到三，来，我们工作人员过来，工作人员过来。请大家等一下，眼神看着他，痴痴的望着他，请他选你们，好不好？手举的声音啊，手举的声音太小了。不用关，不用关，不用关，给我热。新登启智教养院，马上要来到台上，
不行啊，不行啊。你们退一点，好，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都站好了，挡前面干嘛啦？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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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往后，往后，谢谢，往后退，往后退，谢谢。右转，右转，右转。来，我前，我前，我前。右转，右转，右转。来，我们下次看到呀。他进来，我们就过去了。对对对对对对，猫咪这里，猫咪这里可以拍啊，这里这里那边也可以拍啊。等他进来之后，你们就过来。好，这边可以拍。哦，这边站在这边呢，你们再靠过来就好了。这边可以拍啊，他过去你们就从这里走。好，到他。那我就不晓得。怎样？我来帮你啊。好。十月台，这边是十月台，十月台，这边是十月台，他。谁叫的？应该没有吧？这得一个月。谢谢谢谢。第三个，第四个吧，第三个。第三个点吧。这边就结束了。没有啦，还有三个点。他不是说六个？六个点。第一张啊，那个东升的那跑进来了，那个我东升呢？没有没有，你可以啦。你们文字请他离开。这里是第三个点，后面是第四个点。嗯。啊，第五站。那你有女生。第五站是文字。对。第五站再回廊。再回廊。五六都在回廊。对。你们收音就现场音就好了，好，我到下一个场哦。好，好。大家加油！然后理论上是啊，可能中间被卡住了，但是没有拍完。可以啊，薛乐园照顾过来了，不利的。需要。你要换场。我有掏回去了，我掏回去了。你要拍完吗？就公完啊，要公给大家，要公完。他说我就给你，那你就先回去，记得。你先休息，还是你先抽牌？有些人先抽好了。我是加二拍。有些人可能他薛乐园要坐到靠比较久。对啊。所以薛乐园刚走要讲一次啊。对，左右讲一次。是啊。左右讲一次。他左右讲一次啊。后面又去赌一次。人家再帮我靠进去。就是我。请谁啊？去找进电视或 TVBS。对，好，太棒了。
个画面都可以先 share 出去。那你画面先给他们拷好了，我们虽然都拷，这是第几点？那你怎么也跑进来了？没有，他来拿袋子啊。好，你先赶快，赶快去忙，去忙。这第三点，前面第三点，第三点还没拍，拍前两点而已。那我就不过来找你。好。因为他那边一定 delay 了啦，一定卡住了。先抽袋给他们。我真快要背。好累哦，架着。我快变成一根大。那我们这边待会就不要往那边走了哈，我就还对，就是往这边走了。对。这台好用吗？不好用，烂死。这样吗？真的。好，打消我买它的念头。真的不建议。又烂，颜色又差。哦，对，好，彻底打消我的念头了。因为只看它便宜，所以规上面上规格不错又便宜，这样。对啊，但是真的不好用。好。它颜色又很差，颜色会是硬伤，没得救，没救。但Sony的颜色会比较饱和，对，现在Sony的。对啊，我啊。开心的，他们先去玩。先跟他跳过，因为以前台南做的动态是他来讲的，对，网络上找就会找到我的照片在里面，对对对。超好笑！可是我看到了，我先一下，小心不要碰到摄影大哥。
种所谓的茶叶做的是一种特惠的那个点心这样子。那我也想请总统帮我品尝。对，谢谢。对，那这个跟小朋友一起爬，跟小朋友一起帮我品尝。谢谢。要草莓，要草莓。妹妹给要说什么？谢谢副总。哇，你在吃凤梨？好好好，一起吃，一起吃。啊、然后你吃啥？小鱼就叫凤梨。我吃过，吃过。我们来前面排。再下推一下。我们再推一点，就是了。你吃过吃一下。稍微蹲低，往后一点，然后再放。蹲低。好。可以吗？可以吗？来，副总统这边请一下，谢谢。来喽，副总统这边请哦，谢谢。不好意思啊，这边我们空出来一下，好吗？我们这一线哦，这一线往这边拍，这一线往这边拍。好的。对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合影会在这里哦，所以自己抓好位置哦。还会来这边参观哦，合影是在这边合影，那边没选。对，好好，不好意思，没问题。目的不够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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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谢谢。我很乖的。还两个点，要跟吗？知道大家都不会有危害、啊。我觉得够就好了吧？对啊。这个都是一头站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希望他们，他们的事，他都还没拍完。好。他刚好是中午，他是那边。好。那如果你们差，我们差不多的时候，就先先过。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仙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给我下单！太阳仙全效克菲尔益生菌。